因为风有很大吗？也还好。那、啊、他这样都没有问我呢。那什么鸡吗？所以他一直要放医生的服务的。哎，服务的。找不到位置在那边接。给明星看就好了，我已经有录音。爱心。啊，那款是新车啊。你这边角度还是挺美丽的，照片要看角度变成这样子，是啊，角度没有这么漂亮。那是八到三。不用了。高空、低空、烟火都有。转头，明天你转头得塞。哎，后面有烟火。见证整天。啊，三十岁了，还
还是要拍一张吧。好，再拍一张。后面有烟火，比较喷。你等烟火比较多的时候，现在。这个手。哦，有。来，快点。多拍几张吧。一直按。要不要对焦死？对焦我。你看烟火都没对焦死。没关系，有光就好了。对焦人啊，不用对焦风。大的来哟、哦！哇哇，看这个介绍了。刚才网速啊？半个小时。焦距都没有跑掉。来，不来话了。哇，一方向是往那边吹，所以这边没有听到很大的风格声，而且没有很多的烟。烟是往那边飘，哦，这怎么来啊？都这么雾啊。
啊，光线不够啊。啊，光线不好就这样子，啊，极限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不然就是下次要自备灯光来打。打灯。对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司机，没有我们自然的。这大料的。所以很多人没有对到焦啊，下次要带 V8 才有办法。对啊，是，我还是夜拍还是相机？相机，哎呀。我记得我的烟火模式也不见了。我的有呢，可是你的录影拍起来很好看。也是没有对到焦啊。我对，看不到胶啊。华为在今天故意拍烟火，不是拍胶的。因为每个拍起来都像 coronavirus 一样，是不是我刚刚就讲了？自己在被乱对焦，乱对焦。不同的花样，你看。啊，这大型的。这个钢琴的呀。哇，不一样的出来了。低空的，如果还是得不到奖，哇！他肯定是故意的，所以明天那个烟火公园就变形，而且他会一直跳对焦。对啊，我的也是一直跳啊。对，他是故意的吗？他是故意的啦，华为的，这样可恶吗？不管啦，就猜到了。好不好？
开几点？现在的比较大哦。现在吗？要走来哟。这边结束了，有相机正常啊，他就是故意的啊，哦，我相机也正常了，哎呀，故意跳三十分哦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刚好半个小时，刚好手机变正常哦，刚好三十分钟，刚好手机变正常了，对吧？